临近婚期，男友却和富家千金联姻，嘲讽我家门第太低，配不上他。我只做了一件事，他疯找我三年求原谅。和祝淼分手的第三年，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。当时我挺着大肚子，手里牵着一岁多的儿子，吓得惊慌失措。直到他说：“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结婚生子了，恭喜！”我方才找回漏拍的心跳。 幸好他不知道孩子是他的。我都到你家门口了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祝淼立在门前，声音有些沙哑哽咽，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充满侵略性。下次吧，我现在要去产检。我没敢直视他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嗯，孩子的爸爸。你你爱人是什么样的？嗯，挺好的。做什么的？军人。 你去产检，没人陪你吗？祝淼栖身而进，呼吸扑到我脸上，我不自然的躲闪了一下，却被他抓住手。你放开我，我们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我既心虚又恼怒。我陪你去产检，不用了，我朋友陪我去。我陪你去。祝淼死死的盯着我，说出的话一如既往的不允拒绝。 他从来都是如此，习惯了身边人对他言听计从。先有人敢忤逆他，你要陪我去也行，那你去开车吧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掏出车钥匙给他。他接过钥匙，目光停留在钥匙的 logo 上，嫌弃的说：“开我的车。”我拉了拉儿子的小手，说道：“孩子要坐安全座椅。”祝淼这才仔细去看我儿子。 我下意识地怕他从孩子的五官中看出几分像他，忙用身子把孩子挡了挡。怎么，在你心里我是什么凶神恶煞的人吗？这么防备我？祝淼不高兴了，我瞪了他一眼，去开车。祝淼被我瞪的一笑，抬手捏了捏我的下巴。我就喜欢你这小性子。我们没关系了，别对我动手动脚的。我打开他的手，气恼地说道。 他就是走向车库，远远甩来一句：“我就爱对你动手动脚。”祝淼，你就是个无赖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回应我的是他张狂的笑声，就像曾经他把我收拾的服服帖帖时那种张狂的笑。祝淼永远充满着恶趣味的征服欲，他喜欢别人顺从他，但对我，他很恶趣味的，在我顺从的时候，各种逼着我反抗他。 然后他再把反抗的我征服，如此反复，他乐此不疲，我也乐此不疲，因为我爱他，而且我觉得他征服着我，我也征服着他。他是爱我的，但我们不会有结果，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。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互相说过一个爱字。他是富豪圈里炙手可热的住家接班人，我是他养的金丝鸟，在所有人看来。 不过都是他图我漂亮，我图他有钱。祝淼开着车出来，我把孩子抱上车，给孩子安置好在安全座椅上。祝淼先有耐心的等着，直到我弄好才启动。微微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你当母亲会是什么样的。祝淼语气很悲伤，开车上路，开着开着，他突然情绪激动起来。我 T M 的造了什么孽呀？ 微微，为什么我们就成这样了啊？微微，你曾经说离开我，你就一个人过，种种花，写写书，独自美好。你知道我想象里你该是什么样吗？恬静、优雅、独立、自在。当我在突然闯入你生活的时候，倔强着不理我，让我吃闭门羹，给我甩脸色、耍性子，然后我再一点点、一点点地把你的刺都拔掉。 把你圈在怀里，狠狠疼惜。祝淼突然把车停在路边，趴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。微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当妈了？就算是你结婚，我也可以把你抢过来。可是为什么你当妈了？我祝淼这么不值得你停留吗？你为什么不等等我？等等我！我吓得不轻。他说什么，我都没太听清。 我震惊的是，祝淼居然哭了，嚎啕大哭。跟他在一起五年，从来没见他落过一滴泪。直觉告诉我，祝淼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很大的事。好在他并没有哭太久，发泄了一两分钟，他抹了抹脸，继续开车上路了。在低气压的沉默中，我的思绪却飘歪了。祝淼情绪这么不稳定，别开车不专心撞了呀！ 我这还有两个娃呢，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注意着车况，时不时立起身盯盯后视镜，把祝苗给看笑了。微微，你离婚好吗？我娶你？你脑子坏了吧？祝苗，你不是都已经结婚了吗？离了，离了，怎么可能？你们这些世家结婚也跟过家家一样吗？我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信了几分。 怪不得这人情绪这么不稳定，看来是被陆家千金甩了，在我这里来找不了。切，亏我刚刚还被他哭得有点感动。祝大少爷怎么会为了一个女人哭啊？估计是因为自己被甩了，心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。商场上游刃有余、雷厉风行的祝大少爷，实际上也就是个被宠坏了的大男孩。医院到了，我陪你上去吧。 数秒扶我下车，然后很自然的从我手里接过儿子。我有点抗拒，但也没敢太表现出来。刚刚路上我就想通了，他不知道孩子是他的。我要是越紧张，越会引起他的怀疑。相反，表现的自然一点，反而更安全。现在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十二周了，很快也会出世了。听到医生说检查一切正常。 我的心里也很开心踏实，期待着跟这个小生命的见面。检查过程中，儿子一直是祝淼在抱。孩子本来不认生，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半天时间，祝淼从一开始的嫌弃，慢慢变得喜欢这孩子了。回到家，祝淼很自然地抱着孩子往沙发上一躺，一瞬间还真让我有种我们是一家人”的错觉。微微。 我怎么觉得你儿子长得挺像我的？祝淼一边逗孩子，一边对我说道：“我正在从锅里舀出排骨。”他一句话吓得我手一抖，汤洒了出来。如果不是咱们已经分开了三年，我肯定以为你偷偷怀了我的孩子。微微，你找的老公是不是跟我很像？你照着我去找的吧。果然，你爱的还是我。 我吁了一口气，为自己点了个赞。幸好当初考虑周全，跟他分手一年后再怀的孩子，所以按照正常逻辑，他一定想不到孩子是他的，包括我肚子里这一个。祝总，你自恋的毛病真是一点也没变啊！你哪只眼睛觉得孩子像你？都不是你播的种，你有什么底气说孩子像你？我端出排骨。 理直气壮地反驳他，果然他脸色一变，很不高兴。我继续火上浇油：“还有什么？我爱你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爱你吗？你忘了？我们俩之间谈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从来不谈感情。这还是你说的。”祝淼的脸更黑了，就这样不高兴地吃过午餐。午餐后，祝淼也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我也没赶他。他这个人，我知道。 越赶他，他越不走。被我呛了之后，他就没有再跟儿子亲近了。结果等我给孩子喂辅食的时候，他看着看着又过来逗孩子。看不出来，祝总也有犯贱的时候。你不应该早看出来了吗？我今天来找你就是犯贱。祝淼一边用纸给孩子擦嘴，一边回应我：“是挺贱的，怎么？祝总这是遭受了社会的毒打了吗？” 性情转变这么大，别叫我祝总，我不喜欢听。微微，叫我水哥哥。滚！我的脸疼一下红了。水哥哥是以前跟他浓情蜜意时喊的。哈哈哈,哈！微微，你脸红了。祝淼抬手要过来捏我的脸，被我挡开了。他倒是也不生气。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佐伊，跟你姓。对呀、啊。 我生的当然跟我姓了，没毛病。肚子里这个打算叫什么？左二，滚！不滚，不仅不滚，我还要住下来。姓朱的，你要点脸行吗？我也想要，前提是你得给啊。微微，祝淼靠近我，笑得有些痞。微微，你离婚好吗？孩子生下来，我给他们当爸爸。我们结婚。 你还是去医院精神科看看吧，我感觉你脑子有病。我瞪了祝淼一眼，抱着儿子进屋睡觉了，关上门，听到祝淼在楼下吼了一嗓子：“我的女人就是这么彪悍呐、啊，挺着个大肚子还能自己抱儿子。”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儿子肉嘟嘟的小脸，思考着怎样再次从祝淼身边消失。 想从祝淼的眼前消失，绝对是个技术活。三年前我就费尽心机，祝淼今天这样不死心，肯定不会对我放手。只要他不放手，天涯海角他都能把我翻出来。这一点我非常清楚，只能是徐徐图之了。我有耐心，但孩子却是不定时炸弹，所以这事还是越快越好。 拿起手机给闺蜜发信息，才发现她给我发了好几条。微微，我今天直接到医院等你，我现在位置离医院比较近，我已经到了，我先去附近给你买点早餐，等你检查完吃。我的妈呀，你身边的男人是谁？好像是姓祝的，我先走了。微微，不打扰你们旧情复燃了，等你空了，你给我消息。哇靠！ 他为什么进去你家里那么久不出来？你俩真的死灰复燃了？姓祝的难道又想让你做他的情人？挺住啊，微微，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。咱现在是当妈的人了，不能犯花痴。微微，快看看手机呀、啊，拯救一下我燃烧的八卦之魂。微微，需要我进来你家英慈救美不？我一直在你家附近。 最后这条刚发不久，我赶紧给闺蜜回了一条：“你还在我家附近吗？”“嗯，在呢，我在附近美容会所做 SPA，随时待命，我的女王殿下。”“你别闹了，跟你说正经的。嗯”“嗯嗯嗯，快说快说，姓祝的找你干嘛？”“我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神经，他说要和我结婚，他脑子没病吧？你都有孩子了。” 这话你可不能信，微微，我肯定不会信啊！我现在就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他打算在我这里住下，真的假的？他禽兽啊！你这还带着个肚子呢，他就想和你滚床单了、啊？噗！你脑袋里都装的啥？放心，他这点底线还是有的，就是我感觉他这次没那么容易放过我。你做完包没？做完了就先回家吧。 我明天再找你。好的，有事随时 call 我。我回君苑住，离你近些。嗯嗯嗯，我太爱你了，小小比心。那是必须的，这世上只有我会对你不离不弃。我们可是都要当对方孩子爸爸的人。本来准备告诉闺蜜我现在的情况，没想到她已经知道了。今天祝淼送我产检，把我整懵了，也忘记告诉她。 不用陪我了，哎，一孕傻三年啊！我拍拍有些糊的脑袋，睡了。结果刚睡没多久，儿子就哭了，我不得不起来，抱着他下楼。祝苗躺在沙发上，悠悠的看着我：“你男人不在家，你婆婆公公也不在吗？你也不请个人帮你，你怎么还不走？”我说了，我要住下来，这样不合适。 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老公又没回来，我瞪着祝淼不说话。这脸皮厚的也是没谁了。微微，我觉得你儿子真挺像我的，跟我小时候的照片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。而且我觉得我跟他挺投缘的啊！我第一次发现，我也是会喜欢小孩子的。微微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脑子有病？可他真的很像我。 我没觉得多像，就是很像。我走到儿子跟前，假装很认真地来回端详了片刻。按要说像的话，大概是都在我的审美上。你照着我给孩子找的爹，祝总，咱用词准确一点。准确的说，是我照着自己的审美给自己找的床伴和孩子的爸。我盯着祝淼的眼睛，平铺直叙地说道。他一时无言，死死地盯着我。 床伴，难道不是吗？祝总，左威，你真狠！祝淼气得摔门而出。我以为祝淼被这么一气，怎么也会消失几天。谁知道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床拉开窗帘，就看到这货在我家大门口站着。我下楼给他打开门，就看到他双眼通红，面露疲倦，像是一夜未睡。微微，你肚子里这个孩子是谁的？ 你老公已经死了快两年了，祝淼的语气压迫性极强，让人有种被审问的无处可藏的无力感。我瞪着祝淼不说话，他的效率果然很高，已经查过我丈夫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瞪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你心里没我了是吗？祝淼靠在大门上，语气悲伤。祝淼，我不知道你在期待着什么。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难道你希望我给你生个私生子吗？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顶着这样的身份。你走吧，我不走，我要住下来陪你生孩子，我要看看孩子爸爸究竟是谁。随你。祝淼嘚瑟的从一旁拉过行李箱，二话不说就进门往客房去了。上去还不忘对我说：“早餐想吃我煲的粥。”呵。 老娘挺着个大肚子，又不是伺候你的老妈子。我趁祝淼在收拾客房的时候，抱着儿子驱车去找我闺蜜穆小了。随你爱住多久住多久，老娘不奉陪了。在穆小家，我们收拾好了儿子和我平时要用的东西，把我的车停在了他车库，开着他的车离开了市里。得亏你之前在我这边住了一阵子，啥东西都有。 穆小开着车，有些幸灾乐祸。哎，姓祝的没给你打电话吗？我估计怕是脸都气黑了。不知道他的，我手机留在我家客厅了。哎，噗！等他气急败坏的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发现你手机在家里响，这太搞笑了。哎，你这么放心的就把手机丢他那里了吗？你手机里没啥吗？ 我把手机卡装在之前的旧手机上了，那个旧手机格式化过，啥都没有。而我那个电话号码你也知道，联系人就你一个，其他的无非是快递呀、啊、保洁呀、啊、医院呐、啊。哈哈哈,哈，微微干得漂亮！说起来，应该很少人能想到，你财产相关重要的账号用的手机号都是你爸的。 就算我用我那个手机卡绑定我银行卡之类的也没关系，祝秒又不可能看上我那点钱，但是他会从你的支付明细推断你的地理位置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果然是一孕傻三年吧，孩子他妈。穆小有些得意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聪明的穆大小姐，接下来我的一切生活所需就请你全包了。 不要花我一分钱那种。哎呀，没问题，谁让我是孩子爸爸呢？养你们娘仨天经地义。一路开着玩笑，我和穆晓往他之前托人买的庄园驶去。我们俩的闺蜜情比我认识祝淼还要久。作为两个喜欢写小说的网文新作家，在一次作家论坛会上相见如故，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，经常能聊着聊着就聊出灵感。 所以没灵感的时候必聊，不知不觉就成了最好的闺蜜。我们俩都是不婚主义者，只是我先了一步生了孩子。穆小主动请缨给孩子当爸爸。祝苗找上穆小的庄园是在第二天，如此高的效率只能说明他这次是非同一般的认真。不过住在庄园里的我并不是很担心，只要他不硬闯，穆小肯定能把他拦在门外。 躺在沙发上，和儿子一起吃水果，看着左一用肉嘟嘟的小手抓着水果块往嘴里塞，内心也被填得满满。耳机里传来木晓和祝淼的实时,时对话：“祝先生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微微孕期没几周就要生了，这个阶段不想折腾，也不想被打扰。你有什么事儿？等她生完孩子再说。我只是想见见她。” 你让我见他一面，我就走。他不想见你，不可能。我们之前见面都好好的，那是他不想折腾，不想跟你拉拉扯扯，所以随着你，穆小姐。你以为就你庄园这点人能拦住我吗？朱先生，看在微微快要生产的份上，请您高抬贵手，让她安静生产，算是我求你了。孕晚期稍微不慎，对孕妇和孩子都很危险。 祝淼沉默许久，最后不说一句话的走了。爷 <Yeah>，好走不送。穆晓的声音从实时,时通话里传来。我高兴的弯起了嘴角，继续吃水果。你说你也是，生谁的孩子不好，非得整人家祝淼的，看现在这心虚的。没过一会儿，穆的声音就从身后传来：“哎，当时是冲动了一点点，但是小小。” 与其去挑一个自己不认识的陌生人的，我真的觉得选一个自己看得上、喜欢过的人生孩子会更有幸福感。而且祝淼的基因那么好，放过感觉好可惜。你那是冲动了一点点，但凡祝家那边知道了这是他们家的种，你和孩子就永无宁日了。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，所以我还是应该把陈南拐到手，想想生个孩子长得像他。 我还挺心动的，生产恐惧症都没了。人陈楠都结婚了，你还是别想了。呜呜，老天爷呀、啊，对我太不公平了。呜呜，哎，话说你这次打算怎么办？我看姓祝的挺认真的样子，他无非是还想让我给他做情人。我打算生完孩子就同意他同居，坐月子的时候先把自己吃成个胖子，素面朝天。 孩子拉屎的时候抱到他面前换尿不湿，孩子哭的时候抱得离他近一些，反正各种能引起他反感的事情轮番上阵。身体没恢复，他想跟我睡也睡不了，还满屋子屎尿味，奶味？孩子成天哭闹，他肯定受不了，让他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吗？你这办法，我感觉怎么怎么？穆小皱了皱眉，还是忍不住笑了。 就挺笨的，就是笨一些才好呀！我朝穆小眨了眨眼睛，穆小一下子 get 到了。对哦，这么笨的微微，怎么会有那么精妙的布置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怀上他的种呢？哎呀，女人精明起来真没男人什么事儿。噗，别往女人脸上贴金，女人男人擅长的不一样罢了。说起来，其实祝淼现在已经有巨大心理落差了。 只是对这种落差还没有实际体会，躲他是躲不了一辈子的，只能是他自己主动放手。我那个方法虽然很笨，但其实效果应该是不错的。庄园在郊区，很清静。晚上把儿子哄睡之后，我和木晓在树下乘凉，还没来得及惬意，就看到几个人慢悠悠的翻墙入内。当头一人不是祝苗，又是谁？ 我愣愣的盯着他，在心里叹了口气，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他却直接走过来，抱着我。微微，对不起，发生了点意外，可能会牵扯到你。我派几个保镖来保护你。我推开他，他顺势也放开我，往我手里塞了个手机，正是我留在家里的那部。我可以不来打扰你，但你要保证让我能联系到你。微微，你不知道。 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有多重要？我抬起头望着他，他笑着捏了捏我的下巴。你会知道的。切，故弄玄虚，朱先生，你派的保镖身手好像不怎么样，翻墙都翻的那么慢。木小插了一嘴，我怕他们动作太快吓到微微，特意嘱咐的。祝淼一错不错的盯着我看了好几秒，然后就走了。 我和穆晓对视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。真是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情况不太妙了。能被祝淼忌惮、威胁到我安全的人，要么是他老妈，要么是他老婆，这两个都不好惹。我跟穆晓回到房间，让祝淼带来的保镖守在屋外。这是一栋独栋的三层小洋房，保镖们分班轮休。 把房子守得严严实实。我上楼轻手轻脚，抱着儿子从屋里暗示下到了负一层地下室。这个地下室直通员工宿舍。当晚，我和儿子住在庄园管事老婆吴妈的房间。次日一早，吴妈同我带着佐伊，坐在才买的车子离开了庄园。不是我不信任祝淼派来的人，只是狡兔三窟，肚子大了，伤不起。 才买的车子在半路将我们放下，路边一条小路走进去是一个小村庄。我和木晓曾经花了五万块在村上租了个农家小院，吴妈平时有空会来帮我们打理。清晨天蒙蒙亮，我们已经在小院落脚了。村子里的农户不多，每户之间相隔较远。我们到的时候天也没怎么亮。 所以，只要我不出门，基本上没人知道我们住在这里。院里有鸡有鹅，地里有菜，又有吴妈照应我，倒是很怡然自得。穆晓继续在庄园，白天让厨房送两人吃食，孩子辅食到屋内，时不时放一放孩子哭闹的录音。晚上他就一个人从地下室去吴妈房间里睡。就这样过了半个来月，在见到祝淼的时候。 我正拉着左一给院里的鸭子喂青菜，左一喜欢自己捏着青菜的一头，让鸭子一点点啄，等到快啄到手的时候，赶紧扔掉，咯咯直笑。我蹲着陪他，后来顿累了直起身，就撞入了一个怀抱。祝淼不知已在我们身后站了多久，你真会躲，把我都骗过了。祝淼从背后搂着我，呼吸打在我的耳旁。 我掰开他的手，转过身。那你又是怎么找到的？穆小姐告诉我的。小小，我捏了捏手机，和穆小最后联系是昨天晚饭的时候，他跟我吐槽每顿吃两个人的分量，人都长胖了，还说这些天演这场戏，这灵感是蹭蹭蹭往外冒，半个月干了近十万字。小小怎么样了？事情结束了。 我有些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，结束了。穆小没事，就是庄园里有几个员工受了伤，都是轻伤，你不用担心。祝淼拉着我的手在一旁坐下，没等我再问，他继续说道：“陆家在走私，我这三年掌握了一些证据，交给了警察。上个月他们家就被查了，陆婉也被带走了。我当时迫不及待地想要来找你。” 没等事情完全尘埃落定，确实是我太大意了。半个月前，他在押解途中被救走了。我在内心给自己点了个蜡，就知道你们这些世家的事情没有什么简单的。陆家很有能耐呀、啊，能从警察手里救人。他们走私贵金属、人口还有军火，难怪他们去庄园也带了枪。我疼一下，站起来。 我得去看看小小，你别着急，木小没事。昨晚打起来的时候，他在员工宿舍那边睡觉，离得很远，那也肯定吓得不轻。我去看看他，他真的没事。你慢点，我陪你去。我们先去看看穆小姐，然后我再陪你去产检。不用了，微微。祝淼上前一步，抱着我。我查过了，你老公已经死了。 你两个孩子都是做的试管。我们现在男未婚女未嫁，我挣开他，那又怎样？你去世的两次都是做试管，给你做试管的医生是林月，精子来源于他们机构在澳大利亚 C 市的精子库，捐献者是一名亚籍男子。这么高的效率，说明祝淼这次是认真的，想要我回到他身边，继续做他的情人。微微。 你知道吗？昨晚他们给我查到你做试管的记录时，我偷偷的期待过，期待孩子是我的。虽然我知道可能性很小，若是我的，我不可能不知道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有些期待。可是是和 C 市，我们俩从来没有一起去过。对，而且给我做试管的机构只在这两个地方有驻点，这是我当初特意选的。我回头认真的看着祝苗。 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认真对他说道：“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，你们那圈子杀伤力太大了，我消受不起。你别老想着打我主意了。是”是三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，你意犹未尽。但是祝淼，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我是两个孩子的妈了，真的不适合再做你的情人。况且没了陆晚，肯定还会有别的什么晚。你总是要结婚的。 放过我吧，我总是要结婚的。微微，我想和你结婚，从来没有什么晚，从来就都只想和你。哎，不怕渣男渣，就怕渣男动真感情。灰姑娘嫁给王子这种戏码，在祝家是不可能上演的。这话谁说的？我说的。可以喜欢你，但不能爱你。这话谁说的？我说的。 拿着钱从你的世界里消失，从此再不相见。这话谁说的？我还有不说了，微微不说了。祝淼上前抱着我，我可以解释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求你不用了，祝淼。其实你说过的那些话根本都不重要，解不解释都没什么意义。重要的是，我左薇从来就没打算跟一个男人结婚。 五年时间，你只当我是个过客，我对你也差不多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你对我没有动过感情，动过的祝淼，但也就那么点儿。我无视祝淼眼中露出的伤悲，带着左一招呼吴妈开三轮车带我们去找木小。结果我们三轮车还没有开出门，就看到木小开着车过来了，瞅见我。 他下车就飞奔过来，给我一个熊抱，把吴妈都吓了一跳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带着肚子呢。穆小完全没听到，抱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哇，微微，我吓死了，吓死了！他们带枪的，房子打了好多个洞，到处都是血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！早知道就应该听你的。呜呜呜！我轻轻拍着小小的背，安抚他。 内心非常自责。当时我提议穆小跟我一块走，又不是要拍电影，做哪些戏干什么？但穆小玩心大气，想要做戏把祝淼的保镖一起骗了。没想到最后这么凶险，幸好穆小没事。所以珍惜生命，远离祝淼。跟穆小过来的还有几人，到了就找祝淼在一旁说话去了。 穆小缓过来之后，跟我悄声说了当时的情况。陆完本人没有到场，他的人最先冲进去，摸排到了我们之前住的那栋房子。一开始没人开枪，后来双方打了起来，就有人开枪了。穆小也是被枪声惊醒，吓得躲到了吴妈房间的柜子里。混乱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穆小后来从其他人口里才大概知道整个过程。 陆婉的人打了一阵子，没找到我，情况也越来越焦灼，就准备撤了。结果祝淼带着人过来上楼，没有找到我，发了疯一样围堵陆婉的人，双方对战激烈。陆婉那边的人就开枪了，后来警察也到场了，那些人都被逮捕了。到了早上的时候，听说陆婉也被抓到了。微微，我发现姓祝的对你。 好像是来真的，结婚那种。嗯，你信？是有那么一点儿。哎，你不知道他昨晚没有找到你的时候，真的整个人都是疯的，特别吓人。拧着拳头把人牙齿都打掉了好几颗，反复逼问人家把你弄到哪里去了。他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？你电话昨晚关机了。后来我跟他说了你在哪里。 还跟吴妈打了视频电话，看了看你，他才放心了。今天早上事情一有结果，他就赶过来找你了。穆小一边说着，一边朝我抬眉。我知道他的未尽之意。其实从祝淼那天带着保镖出现开始，我内心也开始怀疑祝淼对我跟我以往的认知不一样。他结婚三年，我还能入他妈或者他老婆的眼？ 只能说明他没放下我。如果放到三年前，知道这个真相，我大概会有勇气走向他。但是现在，我却是真的没有。住家太复杂了，一时脑热莽进去，只会让我和孩子都陷入囹圄。况且感情这种事情，我不确定住秒的真可以真多久。我没有勇气拿孩子的一生去赌。午饭是在小院吃的，吴妈。 做了很多农家菜，祝淼和木晓在我一左一右，气氛有些尴尬，又有些劫后余生的轻松。我看到祝淼手上缠着的绷带，想起木晓说他打人的样子，心中微动。为了按捺住内心那股冲动，我拼命地回想三年前他冷若冰霜让我离开时的情景。那天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，可以娶我吗？ 我躺在他的怀里，借着尚存的温情，有些耍赖的语气问他：“不娶什么陆千金、王千金了，娶我好不好？”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，不说话，把我的手捏得越来越紧，直到我痛出声。摆清楚你的位置，左薇，祝太太不是你能消想的。说完，他就穿衣出门了，把我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半个多月都不见我。 冷暴力最是伤人，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就这样泄气了。现在想起那种感觉，仍然觉得胸口闷得痛。有记忆真是件好事。我盯着祝苗手上的伤，心中对自己说：“左威，别傻，第二次。”陆晚这次找我是下了功夫的。我在市里的别墅被他的人翻了个底朝天，木晓的几处宅子也都没有幸免。 祝淼带了不少人来善后，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熨帖，再次俘获了慕小的好感。所以祝淼每次要来见我，他基本上都放水，理由还很充分。你们的事情还是让你们自己处理，我打着为你好的名义，帮你把祝淼拒之千里之外。谁能知道最后是不是害了你呢？虽然现在是你自己决定的，不想跟他扯上关系。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事情想清楚，还是把一切交给时间和缘分吧。呵，我还真没法反驳。算了，脑袋放空，啥也不想，一切等娃生了以后再说。怀孕快三十八周的时候，我回到了我在市里的别墅。祝淼最近对我形影不离，像模像样的带着佐伊，好几次看着他们爷俩其乐融融。 我也会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决定。佐伊，他是需要爸爸的吧？祝淼最近跟我说了很多话。他说，当初他其实就想娶我，但是碍于自己当时在祝家没有实权，自己的婚事也做不了主。加上与陆家联姻是很早之前就定下的，如果退婚，陆家肯定会和祝家闹掰，后果不是他能承担的。 既然享受了祝家给自己带来的一切，自然也没有道理让祝家的其他人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他说：“他这三年过得度日如年，好几次想来找我，但怕陆晚知道后伤害我，所以一直忍着。还说这三年跟陆晚有名无实。他用三年时间壮大自己的羽翼，让自己在家族中掌握了彻底的话语权，找到陆家的把柄。” 让祝家不再受陆家的掣肘。说那时候对我说那些狠话，只是为了让我不被他家里人发现端倪。说他不希望我有危险。但如今他已经能站在我前面，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他要娶我。我知道后泪流满面。我对他说：“祝淼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你以为你想娶我就一定会嫁吗？你是有多自恋，觉得只要自己愿意？” 谁都会站在原地等你。我们在一起五年，如果你真的想娶我，何必要在这三年才去布置？就算那五年你没有机会去布置，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对我坦白一些？爱可以是单向的自以为是，但相爱一定是两人的相互奔赴。我并不是一个有足够勇气去爱的人，而你也不必把自己包装的如此深情。那些你说过的狠话。 做过的狠事，如你所说，都是为了保护我，却是真真实实在我心里落下伤痕。祝淼，我们之间最适合的身份，仍然还是你是炙手可热的祝家继承人，我是你养的金丝鸟。你图我漂亮，我图你有钱，咱们不谈感情。那天我情绪有些激动，刚说完，肚子就发紧，祝淼吓得不轻，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。 连忙送我去了医院，好在无碍。自那天以后，祝淼就没有再说什么刺激我的话，每天带带左一，安排祝家阿姨换招法的给我做吃的，如此相安无事。到了三十八周，孩子应该快出世了。今天去产检，然后我就会办理入院。我把左一托付给了穆晓，私立医院的人不多，我在一个相对空旷的位置坐下。 祝淼去给我取检查报告，意外就是那么的不期而至。我被人迷晕了，最后的意识是看到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抬着担架落在我面前，我被绑架了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眼睛被蒙上了，两只手分别被禁锢在两侧，嘴上贴了胶带。庆幸,幸孩子还好好在肚子里。醒了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，有些耳熟。 我一时想不起是谁，听不出来我是谁了，是吧？给你一点提醒，五年前我们见过，祝淼的吗？你还记得那次我找你做什么吗，左小姐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努力保持镇定。我叫你离开祝淼，再不要出现在他面前。如若做不到，怎样？左小姐还记得吗？后半句重音。 怨恨之意明显，如若做不到，定会让我明白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所以我很识趣的离开祝淼，远走一国。当时其实没有多难过，毕竟和祝淼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在一起。还给穆小打电话嬉闹，感慨祝淼这么帅气有魅力的男人，免费让我睡了三年，还给我了不少钱，三年挺值得。直到祝淼找到我。 当时他猩红着眼，把我紧紧勒在怀里，说未经他同意，不许我消失。真的对他动情，大概也是那时候。鬼使神差的，偷偷在当地的一家相关机构付费申请了精子原液冻结的服务，想着如果自己有一天想生孩子了，祝淼又不再属于我，我大概会想在我生命中留下他的痕迹吧。后来祝淼还是把你找了回来。 他答应了我和陆家联姻，我答应了他放过你。三年前，他和陆婉定亲，你也算识趣，主动离开了他。这三年，我儿子没有让我失望，不仅坐稳了祝家当家人的位置，家族生意还都蒸蒸日上。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了你的话，我想我会无比欣慰。为了我，所谓“红颜祸水”四个字，不过是男人做事，女人背锅。 我的脖子突然被掐住，力度不小。嗯嗯嗯，有话好好说，有事好商量啊！嘴上的交代让我说不了话。左小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儿子为了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他处心积虑搞垮陆家，只为和陆晚离婚。离了婚，他就可以娶你了。这还不够，他居然为了你要将祝家的当家权让给外面那个私生子。而你呢？ 你在干嘛？你才离开他一年就嫁人生子，如今第二个孩子都要出生了，左小姐，你有什么值得我儿子那样付出？祝夫人的手再次紧了紧。嗯嗯嗯，求让我呼吸下空气，胸口闷得难受，肚子也开始不舒服了。我吃力地呼吸着。呵呵，不用太紧张，左小姐，我不会掐死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来见你之前。 我生气，助秒为你做了那么多，我特别想让你人间蒸发。可是见到你之后，我发现我更生气的是，我儿子对你念念不忘，为你舍弃一切，结果你这没心肝的女人，转头就和别人结婚生子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心肝一样宝贝的儿子要被你这样对待？你也配？夫人，准备好了。 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，脖子上的手一松，我使劲呼吸，还没有缓过来，就听到祝老夫人的声音：“对不住了，左小姐，放心，一切会很快的。”动手吧。后三个字是对手下说的：“嗯嗯嗯嗯嗯嗯，这是你孙子，是你们祝家的种啊。嗯”嗯嗯嗯，不，不，不，我拼命挣扎，但是无济于事。 手被固定，肚子上的衣服被撩开，有仪器贴在肚子上移动，是 B 超检查的感觉。找到孩子头部了，夫人，现在打针吗？嗯，马上就打。打了多久生效？打了立马就会生效，不超过一天，胎儿就会死亡。夫人，嗯嗯嗯，呜呜，这帮禽兽，可恶，可恶！我用尽一切力气挣扎。 反抗，但无济于事。几双大手狠狠的摁着我，肚子上传来刺痛，是针扎入的感觉。不要让他这个孩子允在我手里，我就不信他还能和我儿子走到一起。大少爷那边现在是哐当，是门被撞开的声音。微微、祝淼和木晓的声音响起，我痛哭。嗯嗯嗯，真真真还在推进。 祝淼，你要来救这个女人，就先过我这关。你要对我动手吗？啊！祝老夫人拦在了我的前面。打针的人丝毫不受混乱影响，针还在推进。把针拔出来，放开他！祝淼嘶吼着：“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立刻，马上、啊！儿子，儿子，不要，不要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 祝老夫人惊慌失措的哭喊声同步响起，你们听不懂吗？啊！祝淼失控的嘶吼逼近。啊！儿子，停下，停下，把针拔出来！不，儿子，你们全部让开，离他远点！祝淼继续吼道。肚子上的针火速拔了出来，能感觉到拔针的人手有些抖，眼睛上蒙的东西被拉开。 我首先看到了穆晓，她哭得泣不成声。我赶紧搜索着给我打针的人，目光定在她手里的针筒上，液体有一半。我不知道是他原本就这么多，还是打了一些剩这么多。我心中透凉，浑身哆嗦，嘴上一清，有人把我嘴上的胶布扯掉，手和脚上的禁锢也被解开。不好了，大少爷，左小姐好像要生了。 速度快点！担架，担架！祝淼的声音有些沙哑。我循着声望过去，才看到他拿着一把刀横在自己脖子上，脖子上血流不止，衣服染红了大片。另一只手垂在一侧，血肉模糊。我深深的吸着气，死死的盯着他。那一瞬间，我好像脑袋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想，又好像想了很多很多。 耳边好像又响起了祝老夫人的声音，哦，不是好像，担架抬着我出门的时候，我真切的听到了她的声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值得呀，儿子，这样一个女人，她不值得，她不值得呀，值得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被担架抬着，阵痛一阵一阵，我摸着肚子，眼泪哗哗的流。穆小跟在身边，一边哭一边劝我。 微微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哭，别哭。佐伊呢？我声音沙哑。佐伊托人照看着，你放心，他没事。我被迅速送到了医院产室，其他人都被拦在了外面。我一个人躺在里面，阵痛一阵胜过一阵。我没有力气去想别的事，我剩下所有的力气就是把孩子生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孩子终于顺利生了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孩子终于顺利生了下来。 我听到了哭声，眼泪不受控制的往外冒。幸好，幸好，幸好她会哭，是个女儿。你看看，我转过头，看到她皱皱巴巴的小样，看着她哇哇哭的小脸，脑袋中某根弦一松，我昏睡了过去。梦里昏昏沉沉，好像梦到了很多事，时而明晰，时而模糊。阳光明媚，我坐在咖啡厅。 穿着雍容的祝夫人坐在我的对面，我想我不需要自我介绍吧，左小姐。嗯，祝夫人您好。听说你对外声称你是祝淼的女朋友，外界确实认为我是祝淼的女朋友，但不是我声称的，你也没有否认，不是吗？祝夫人端着咖啡抿了一口，气势逼人，特别足的优越感。我没了耐心。 你有话就直说吧。纤细的手指划过来一张支票，拿着这些钱离开祝秒再也别出现在他眼前。我看也没有看一眼，用手推回。好聚好散，不用给钱，分个手我还是分得起的。祝夫人轻蔑一笑，继续把支票推过来。当情人就要有当情人的样子，女朋友才说分手。 情人只能卷铺盖拿钱走人，祝淼睡了你三年也不能白睡，不是？他把我当情人还是女朋友？我把他当男朋友还是情人？这还真是问题。我提包起身，没有拿支票，我会尽快离开你宝贝儿子的。你不用如此费心。这三年他也给过我不少钱，我不贪心。看来左小姐是明白人，既然如此。 有些话我还是说在明面。做祝秒的情人三年算是极限了。你如果知趣离开，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要是再来纠缠祝秒祝夫人面露凶狠，我定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。我盯着他凶神恶煞的面容，场景突然转换。他拿着针管，针管上是一根很长很长的针。他追着我，想要把针扎进我的肚子。 我搂着沉甸甸的肚子，拼命地跑啊跑，跑啊跑，累得满头大汗，突兀地撞进一个人的怀抱。我被他紧紧勒着，肚子也变小了。场景再次轮换，是我曾经在国租过的屋子。我答应过你，让你离开吗？你离开有跟我打招呼吗？左威，左威，你好狠！三年时光，你说走就走，你这个蠢女人。 三年，你的心都不是肉长的吗？祝淼的声音回响在耳旁。你妈说的做情人三年是极限。我靠在他胸前，喃喃说道：“他以为他是谁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？谁说你是我的情人？我从来都说的你是我女朋友，是女朋友。你明不明白？可是你并不爱我呀，祝淼，爱不爱你心里不清楚吗？” 不清楚。那么从今天起，你好好清楚一件事：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离开我。否则，天涯海角我都要把你找出来，然后派人天天盯着你，让你哪里也去不了。我听着祝淼扑通扑通的心跳声，心想：祝淼大概是真的对我动情了吧？一种微妙的感觉在我心中抽枝发芽，原来种子早已种下，只需给一滴水。 他就疯长起来，可是他的妈妈不可能接受出身一般的我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很讨厌豪门的勾心斗角，我不想过那所谓的富太太的生活。我自由自在惯了，婚姻与我更多的是束缚。寻常的围墙我都不想踏入，何况是祝家这样的高门大户？我的物质欲并不是很强，我已有的存款和我自己的能力。 已经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好，我可以每天喝喝茶、种种花、写写书，有一两个自己的孩子，再养只猫咪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无多纷扰。清晨的阳光洒过窗台，我静静地躺在祝淼的怀里，望着他英俊的侧颜，想着和他终究有一天会分道扬镳，心就痛了。我一遍遍抚摸着他的脸，突然灵机一动。 拨通了穆小朋友的电话，他在一家基因机构工作。他们机构有一些特殊的服务对外开放，比如脐带血储存、冷冻胚胎、冷冻各种身体组织以及体液，都不是机构主打的业务。精子冻结更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项，机构简介上都不会出现的服务。往事的一幕幕像幻灯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 仿佛重新经历了一遍。我联系了那个人，告诉他我一个朋友因为得了癌症要化疗，担心对自己的生殖产生影响，想要在化疗之前冻结精子。一切进行的很顺利，他给了居家储存设备和特制的避孕套。在木晓的帮助下，精子是以那位朋友的名义存放的。场景再次轮换，是两年前。 我和穆晓在 F 市旅游，已经确定和祝淼画上了句号的我，冲动的做了一个决定。为了防止被追查到，我和穆晓精心策划了一番。那家基因机构要提供精子冻结服务这一点鲜有人知。该机构在 G 市和 C 市有驻点，精子目前以穆小朋友的名义存放在 G 市。我们又物色了一家精子库。 该机构总公司在 A 市，同时在 C 市有分公司。是与 C 市，我从来都没有去过。通过穆晓的朋友，精子从 G 市转移到了 C 市，而这种转移服务是根本不会对外开放的，是走的员工通道，因为员工经常因为要共享研发成果而转移一些标本。与此同时，我和穆晓从 F 市出发，他去了 C 市，我去了 A 市。 他到达 C 市后，先在当地物色了一个五官跟祝苗有几分相似的人，其实也不是太相似，仅每个部位的特征有些相同，但糊弄基本上足够了。穆小从基因机构取出精子，储存在特殊的设备中，花钱让那名男子到精子库捐精，捐赠的时候可以有女朋友陪同。穆小以男子女友的身份。 陪同他到了单独的小屋子，待了一定时间。他们交上了收集器皿。这家精子库会录入捐赠者的照片、身高等基本信息，但姓名、联系方式等是不录入的。完成捐赠后不久，我在市办理了相关服务，进入了挑选精子的流程。不出意外地，挑选到了那名男子。精子从 C 市转移到 A 市。 我购买了全部使用权。计划的小心翼翼，战战兢兢。祝秒只有从句式开始查，可能会查到一些蛛丝马迹，但他应该很难会想到。太刺激了，微微。尘埃落定后，穆小如是说：“其实你好好在精子库精挑细选一个也可以的嘛，这整的太刺激了。我就是在精子库精挑细选的呀，我孩子的基因。” 我自然是精挑细选。我盯着穆晓，笑得有些揶揄。好吧，天下男人都是移动的精子库。微微，帮我追陈楠吧。天下男人那么多，你就只看上他了？是啊，至今唯一让我心动的一个。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心动都是耍流氓。说的很有道理，渣女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笑声里，穆晓的脸。 慢慢变成了祝淼，我要和陆晚订婚了。微微，是你自己的决定吗？不全是。可以不订婚吗？祝淼难过的低头吻我，我希望不定。默默温情，让人留恋。我在心中问自己：左薇，你是个懦夫吧？真情到了眼前，为什么不去努力抓住呢？你怕什么？你畏惧什么？人生。 难道不应该冲动一次，勇敢一次吧？至少努力过，不后悔。躺在祝淼的怀里，我问出了那句：“不要娶什么陆千金、王千金了，娶我好不好？只要你说一声好，这辈子不论你母亲如何不待见我，不论你家族多少勾心斗角，又或者你某天对我始乱终弃，我都不悔做祝太太。”作为。 祝太太不是你可以消想的。随着这声霹雳而来的是半个多月的冷暴力。如此，那就让我离开吧。拉着行李箱，我站在登机口，突然就被几个人围上，连拖带扛。我又回到了祝淼身边。我不是说过，没有我允许，你不许离开我吗？你已经快订婚了，我留下来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？ 我说合适就合适，以什么名义留下？祝淼，女朋友。我说过你是我女朋友，女朋友和未婚妻你都要。我很失望，抬着头望着祝淼，呵呵呵。祝淼说说你喜欢我什么？我改全部所有。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冷冷的说道。那一刻，我就像是他的私有物品。 仿佛随时可任他捏圆搓扁，他是那么的居高临下，居高临下的不止他，还有陆晚。你就是祝淼这几年养着的小情人，模样长得还挺漂亮的。我听祝淼说，他还想养着你。呵呵，有点骨气呀、啊，不理我呀？放心吧，我对你没多大兴趣，因为我对祝淼就没兴趣。我们不过是商业联姻罢了。 我不介意他继续养着你，甚至你可以给他生个孩子，生下来归我。毕竟我不想生。你呢，只需要永远记住自己的身份，给祝淼暖好床，别让他晚上来烦我，我就不会为难你。相反，如果你敢肖想什么不该肖想的，我一定让人切了你的手指头，缝在你脸上。哈哈哈,哈，想象一下，真有一种血腥的美感呢，血腥的美感。 浑身淌着血的柱苗拖着步子出现在长长的走廊上，我在走廊上奔跑，好像在逃离他，又好像在跑进他。薇薇，别离开我！拿着这些钱，永远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你不知道，你对我来说多么重要。你不可能嫁得进主家的，左薇。我不能没有你，留下来做我的情人好不好？是我不好。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是我太冲动了。你好好生孩子，坚持住。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哭。走廊的尽头，祝老夫人跌坐在地上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你还我的儿子。哭声越来越清晰。我突然睁开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穆小哭的稀里哗啦的脸。头脑慢慢变得清晰，我又想起了扎进我肚子里的针。 我的孩子呢？我问他，孩子，孩子在呢，在这。他抽泣着，脑袋上没有针眼，医生检查过了，孩子很健康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心中一松，看着木小把孩子放到我身边，我轻轻的用胳膊把孩子环在怀里，孩子睡着了，没有问题。你哭啥？人家就是忍不住嘛，呜呜,呜，人家就是想哭。 穆小哭得更放纵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左小姐也醒了，孩子也没事，你应该开心才对。一个男子温声劝导穆小，一只手不停地给穆小捋着背。呜呜，我就要哭，就要哭。穆小索性抱着他哭了起来。他把穆小抱在怀里，仔细地安慰着。这个人我认识，他是祝淼的哥们袁景清。 祝淼呢？我问他，他缝针去了。袁景清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他不放心你，只让护士给他止血包扎了一下，就一直守在产房外，直到你生产完。医生说母子平安，他这才让医生给他安排手术。”左小姐，祝淼他真的很在意你，真的。微微，穆小在袁景清怀里抬起头，吸了吸鼻子。 继续说道：“那时他妈挡在你面前，不让他靠近你。他拿出刀就往自己胳膊上划，一连着划了好几下，把他妈都吓傻了。结果那个打针的还在把针头往你肚子里送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划伤了脖子，这才把你救下来。我不太想直面这个话题，抬头瞅着紧紧抱着的两人，你俩怎么回事？抱着的两人迅速分开。” 穆小有些不自然，没没什么事儿。袁景清倒是好整以暇地立在一边，笑得温文尔雅。小宝贝，醒一醒呀，来叫声爸爸听听呀。穆小逗着小孩转移话题：“为什么孩子叫你爸爸？”袁景清在一旁皱着眉问道：“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要叫你爸爸呢？”祝淼推门而入：“我才是爸爸。” 木小盯着祝淼，一时梗的说不出话，狐疑的转过头望着我。我朝他轻轻的摇了摇头，他给了我一个了然的表情。祝淼张口就说自己是孩子爸爸，显然木小以为我告知了他真相。袁景清扯了扯木小的袖子，两人很识趣的把空间留给了我和祝淼。发生了这些事，我确实有很多话想听祝淼说。你的伤要紧吗？ 看到他缠满绷带的胳膊和脖子，想起他当时鲜血淋漓的样子，我直打冷战。没事，都是轻伤，你不用担心。祝淼用另一只手帮我理了理背角。可以跟我说说你和陆晚吗？好啊。祝淼起手给我倒了一杯温水，我慢慢跟你讲，一五一十都告诉你。我们是商业联姻，这个你知道。陆晚以前找你说过。 陆晚是个心理扭曲、占有欲极强的人。他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对你毫不在意，这一点我也是后来才清楚。所以当初我没有再强制留你在我身边。他很在乎你，不在乎，但是我如私人物品，他不允许的话，别人也别想碰。那他碰你吗？不碰，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他喜欢身强力壮、体型硕大。 长相凶猛豪放的肌肉男，哦、oh,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身边的保镖都是这个类型。他们不只是他的保镖，也是他养在身边的床伴。这么夸张，他真会玩，你真可怜。我怎么可怜了？娶了个美女老婆，结果自己碰不着。我又没想娶她，但你娶了。祝淼微微笑了笑，耐心地跟我讲述着。 我们家老爷子看上了陆家的贸易路子，陆家看上了我们家的矿产生意，双方想联姻。本来因为我爸看中我弟弟，我是不得宠的，当家权多半归他，联姻自然也是他出场。但是他早几年为了跟我争继承权，跟盛家千金已经订婚了，不太可能甩了盛家再跟陆婉在一起。我妈让我主动争取跟陆家联姻的资格。 我没有同意，结果他把你逼走了，还威胁我：如果敢把你找回来，他就找人做了你。说到这里，祝淼的脸色冷了下来，又在我的注视中慢慢缓和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还是把你找回来了，但当时我没有什么实权，连从我母亲手里保护你的能力都没有，我只好跟他妥协。我去和陆家联姻，他放过你。之后的两年。” 好在陆晚对和我结婚完全没兴趣，一直拖着。我也趁那两年争回继承权。祝家当家人的继承权不是那么好争的。两年时间，祝淼一定很拼。回想一下，那两年他确实是在商场上越来越炙手可热。三年前，陆家干了一票大的，我爸更眼红了，催促着我们订婚，好真正跟陆家绑在一起。 他不知道的是，陆家表面上干了一票大的，实际上栽了个大跟头，急需资金。陆家把主意打在了祝家的矿产上。我爸只是想跟他家做生意，他家却是想吞下我们家。祝淼捏紧拳头，狠狠地捶在桌子上。我对他们的野心一开始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不跟他订婚，祝家的生意会受极大的影响。 好多次很想冲动的跟你在一起，可是我没有资格让家族为我个人的感情买单。祝苗苦笑，陆晚被他父亲叫回来跟我订婚，他父亲希望我被他姿色迷住，为他所用，但他对我毫无兴趣，所以他主动去找了你，他想把你控制在手里，从而牵制我。论财力，陆家不一定比得上祝家，但论手段。 十个住家也不是陆家的对手，我只好装作不在乎你，也让你误会我不在乎你，让他看到你干净利落的离开，我毫无迟疑的放下。只要他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，他自然就不会花心思去为难你了。我心中有些释然，也有些生气，将已经喝完的水杯往祝淼手里一送，他接过去给我续了一杯水，又继续说道。 跟他在一起的三年，我一次也没有来找过你，没有派任何人来打听你的消息。陆家的消息网太广，我不敢有丝毫的冒险，我怕他知道我一直在乎你。直到他落网，我才终于敢派人打听你的消息。本来想等尘埃落定再去找你，结果他们跟我说你已经结婚生子了。说到这里，祝淼停顿了下来，苦涩的一笑。 我再也无法淡定，连夜冲到了你的家门。没想到陆婉逃脱了，依他的性格，他肯定会报复我的。幸好，幸好他没有找到你，不然我真的无法想象你会面临什么。我妈是个恶毒、自私、自以为是的人，但陆婉，她却是魔鬼。他家里走私人口。 干过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，想到那些手段有可能会用在你身上，我杀人的心都有了。我听得惊悚，脱口而出：“陆家干的都是犯法的勾当，你们家为什么要和他们家联姻呢？”祝苗有些无奈，继续说道：“连你也觉得不应该和陆家联姻吧？可祝家那么多人，居然个个都觉得和陆家联姻是好事。” 跟陆家联姻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我父亲他太急功近利了。依我的想法，祝家这些年太顺了，赚的也很多，凡事应该低调，韬光养晦，细水长流。但是我父亲不这样想，家族中很多人都不这样想，所以这两年我特别不想再继续待在祝家。我私下找祝言谈话，打算把继承权给他。 他毕竟比我更热衷这些，不知道谁走漏了消息，让我妈知道了。他这辈子最生气的就是我爸偷偷在外面有了私生子，一直想把祝言扫地出门，所以最是接受不了我的选择。说到这里，祝淼沉默了一会，有些颓然的望着我说道：“微微，我是个很差劲的人，爱上你的时候自己不知道。” 等自己明白自己的心意的时候，又已经来不及布置。在你喊我娶你的时候，我明明很心动，却没有勇气答应你，还一次次伤害你。如今你离开我，明明过得很简单、很幸福，却被我害得差点失去孩子，过得担惊受怕。祝淼深吸了一口气，最后像是下定决心一般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想，我是时候放手了。” 没有我，你应该过得很好。窗外起风了，响起了树叶的哗哗声。病房里的我们久久不语，静默无声，直到我主动打破这种沉静。祝淼，我们结婚吧！我盯着祝淼的眼睛，在他震惊的眼神里，无比坚定地说道：“你，你愿意？”我的手被祝淼紧张地握起，对。 我愿意，我再也不想做你母亲砧板上的鱼了。以前是我不想结婚，所以随便他怎么想，我怎么说我，反正结果正中下怀，我懒得计较。但是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，妥协并不能换来长久的各自安好。既如此，我还喜欢着的男人，我凭什么放手？不就是做祝太太吗？我迎着祝淼激动的眼神挑眉，又有何惧？ 祝淼再也按捺不住欣喜的激动，低下身印上我的唇，狂吻起来。微微，你不需要那么辛苦，你只需要向我走一步，我就甘之如饴。一周后，我出院了。祝淼带着我和左一，还有左旋，我的小女儿，一起回到了别墅。祝淼的妈假惺惺的上门跟我道歉，我没有理他，这辈子我都不准备原谅他。祝淼把他绑架我。 以及强制给我做引产手术的一系列证据交给了警察，他被判了七年。祝家使尽浑身解数，最后给他减到了三年。如果他好好表现，有可能两年就会出来。祝淼没有阻拦，因为那毕竟是他妈。他只是希望他能因此长长记性，收敛一下性子。我也没有揪着这事不放。做人做事，凡事留一线。半年后。 我和祝淼成婚，婚礼很盛大，除了领结婚证，一切该有的都有了。祝淼把祝家珠宝矿石生意都交给了他弟弟，而他自己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，完全脱离了祝家，不用再理会祝家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。祝淼和我都很开心，我没有那么想领证，与祝淼约定试婚三年，既是对他的考验，也是对我的考验。 毕竟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会喜欢婚姻生活。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天天吵架打架，离了婚之后又跟别的人组建家庭，重新吵架打架，没完没了。我讨厌婚姻，我的安全感一直来源于自己账户上的存款和读者对我小说的认同。最开始做助秒的女人，只是因为她太帅了。 我犯花痴，那时候太年轻，玩心很重。他当时找我也不是为了结婚，这一点很合我意，所以在当时那段不对等的关系里，我计较的东西很少很少。爱情是种奇妙的东西，我走进它始于颜值，然而相处久了，心也就动了。心动的结果就是偷偷冻结了他的精子，用谁的都是用。 那我干嘛不用一个自己喜欢过的人的？当然，哪怕到了现在，我的认知里这两个孩子也只属于我，他们是我为我自己生的。所以，祝淼仍旧不知道孩子的身世。其实他当初突然出现在我门口，我第一反应就是他是来抢孩子的。好在他从我这头开始查，查到那名亚籍男子就截止了。试婚三年，如果不合适。 我还可以带着孩子跑路，这大概是我最后的自私。祝淼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但我不喜欢他自顾自的做决定，什么都不告诉我。如果真的结婚过一辈子，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对等的。五年的黑历史，用三年来填补，并不多。祝淼这样说，我看着祝淼套在我手上的钻戒，使劲扔出捧花，慕小接住捧花。 朝我灿烂一笑，伴郎团里的袁景清看到穆小接住捧花，也勾起了嘴角。不婚主义二人组就此解散，恐婚主义二人组成立了。对此，祝淼和袁景清很有话说。三年后，我揣着三个月的身孕参加穆小和袁景清的婚礼。化妆间，穆小紧张地拉着我的手，巴拉巴拉说个不停。 你和袁景清领证了吗？领了呀，你们已经领了。别告诉我你们还没领，我们准备明天去领。微微，我强都不服，我就服你。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理智的？别服了，我的理智已经用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跟着我的心走，不后悔，不怕栽跟头，不怕遍体鳞伤，不悔不怕。 冲动是魔鬼，左小姐，不冲动还叫什么爱情？大胆冲吧，穆大小姐，袁太太。次日，和柱淼从民政局出来，他高兴地抱着我转圈，我附在他耳旁悄悄说道：“有一件事一直没告诉你，左翼和左旋都是你的孩子。”他震惊的找不到北，狂奔了几圈，又吼又叫，过了许久才缓过来。 一脸的不高兴，怎么？你平时那么疼爱他们，现在得知他们是你的孩子，不是应该很开心吗？不开心，因为我瞒着你吗？不是，那为什么？这就好像足球比赛，我还没射门呢，你就给我记分了，憋屈。说完，某人就把我紧紧抱着，吻了个天昏地暗。 爱可以是一个人的自以为是，但相爱一定是两个人的相互奔赴。朱先生，谢谢你用足够的时间帮我建立起信心，迈出这一步。往后余生，相携相扶，共赴。番外祝秒篇：我初次见到左薇是在一次晚宴上，她长得特别漂亮，有浓浓的书卷气，跟宴会上浓妆艳抹的名媛们有着明显的不同。 你缺金主吗？这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。他愣住了很久，才回答我：“您说说要求和待遇，钱不会少你的。至于要求，只有一个，跟我谈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别谈感情。”他想了想，嘀咕了一句：“我指的不是这个待遇，那是什么？”“嗯，你同时会有几个情人？一个？你有什么传染病没有？我还没问你呢。” 你倒问起我来了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会让我生孩子吗？哼，就算你想，我也不会让的。我如果不想干了，可以离开吗？可以。平时会限制自由吗？不会。但我找你的时候，你必须在。那行，我叫左威。那天晚上，我把他带到了我的私人庄园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把他晾了两天，这期间。 让人调查了他的底细，父母离异，独自求学，没有谈过恋爱，有些人气的网文作者，收入还算可以。他父亲是个小房地产商，有些资本，给他也分了一些家产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女人她不怎么缺钱。我捏着写满他信息的资料，想着谁又会嫌钱少呢？后来我发现，他对钱真的没什么欲望，从来不问我要。 也从来不对我提什么要求，好说话，好养活。我会在一些必须带女伴的场合带她去，跟别人介绍她是我女朋友。有一次，她终于忍不住问我为什么要说她是我女朋友。我本来想说找她来的作用就是当挡箭牌，然而脱口而出的是做我女朋友不好吗？不好，为什么？徒有虚名。 说完，他就脸红了。我本来想笑话他没羞没臊，但看到他娇艳如花的容颜，耳朵、脸颊、脖子都红得透透的，没忍心坐实了他的名。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这么冲动，这么不计后果的做出选择。我当时觉得自己大概是在压抑的环境中待得太久了，所以才会对自己失去克制。 那之后，我除了会叫他陪我参加应酬，也会主动去庄园看他，时常会忍不住留下来。留下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到后来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，我都会去庄园。他每次看到我，也会习惯性的说句：“你回来了。”这样的我们看起来很像一对新婚夫妻，连袁景清都忍不住打趣的问我：“是不是动真格了？” 我当时回他，祝家的儿媳不是谁都能做的。好些年回过头来看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反驳的话居然不是我没动心。左威是个很安静的人，我每次去庄园的时候，他要么在看书，要么在码字，要么在浇花，又或者是弄一盘小点心放在秋千旁，一边荡一边吃，过得很怡然自得。 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动心的。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动心，是他被我母亲逼走那次。人总是这样，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贵。我第二次犯这样的错误了。第一次是失去我的妹妹祝雨，她跟我同父异母，是我父亲的私生女，是个任性叛逆的小酷妹。那天因为我妈找人把她妈打了，她冲我发脾气，我把她大吼了一顿。 打了他一耳光，他就离家出走了。结果却被人贩子绑走。等家里把他找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像个人。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像块破布一样躺在地上的场景，周围都是血。他终究接受不了一切，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因为这件事，祝言恨我，父亲讨厌我，我也恨我自己。那些年。 他们的母亲生了他们就扔下不管，只知道跟我爸在外面厮混。我爸让我妈抚养他们，而我妈的心思都花在了让我爸回心转意上。偌大的别墅，常年只有我们三个孩子和一帮佣人。我嘴上不承认，其实心里还是认他们是弟弟妹妹。在左威之前，我没有谈过恋爱。每次有女孩子跟我表白。 我眼前总会晃着祝羽的笑脸，我忍不住想，若他还在，也会这么勇敢去追心爱的男孩吧。我常常觉得，我大概会这样一辈子痛苦下去，不配被爱，不配去爱。我逃离家，任由祝言争夺继承权，在酒醉灯迷的花花世界里，我像一只黑夜的幽灵一样荡来荡去，直到遇到左威，他很恬静。 又有些小脾气，干净的像秋日的阳光，慢慢的融化了我的心。我妈找我去和陆家联姻的时候，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我说我害死了祝宇，我不配结婚，不配幸福。我妈认为我是因为左威，所以她把左威逼走了。回到庄园，没有看到左威的那一刻，我才终于明白自己的心对祝宇的愧疚不假。 对左威的动心亦是真，我的心像是走到刀山上一样痛着、爱着，发疯般的找到他，却没有勇气大胆说爱。更让我难受的是，找回了他，却没能力保护他，像失去祝雨时一样无能为力、束手无策。我痛恨我自己。我同意我母亲，我会去争取和陆家联姻的机会，以此让他同意放过左威。 这是一部臭棋，为了填一个坑，给自己挖了更大的一个坑。当时也是过于自负，想以此稳住母亲，趁机发展自己。至于联姻的事儿，反正当时不急，我觉得自己可以徐徐图之。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两年，我羽翼渐丰。然而陆家等不及了，他们原本有些高傲，故意吊着，却突然让陆晚回国跟祝家联姻。 当时，祝言早已和盛家订婚，加上我那两年争气，父亲还真就把我推了出去。母亲为此很高兴，我却是最煎熬的。在明白了自己对左威的心意之后，我怎么可能还想跟别人结婚？可是，作为祝家的一员，我没有道理让家族为我的个人感情买单。在我个人推不掉联姻的时候，我主动去接触了陆婉。 想要撮合他跟我堂兄，毕竟这位堂兄当时也是有可能作为祝家继承人的。找陆婉的头一天，左威问我可以不订婚吗？我当时很想跟他表白，跟他说想娶她。然而事情没有处理好，我只能说一句：我希望不定。左威很聪明，他看出我的心思了。我能感觉到他很开心，相爱的感觉是那么美好。 我心里也乐开了花，可是，一切在我和陆晚见面后偏离了我原本预计的轨道。被保镖簇拥着的陆晚对我不屑一顾，他的保镖都长得很扎眼，让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也是这多看的几眼，让我发现了每个保镖的左手虎口都纹了一个特殊的刺青。这个图案我太熟悉了。 祝宇被救回来之后，曾经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用血画过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找，毫无线索。没想到在陆婉这里看到了。所有的预案在这一刻都被我否了。找寻多年，第一次如此接近真相，我不会放弃。我临时改变了策略，这个婚必须定。陆婉主动谈到左威，显然他对我的了解多过我对他。 他早就把我的情况调查的清清楚楚了，然而他看起来一点不在乎，甚至他觉得我对他没兴趣是件挺好的事儿。与陆婉见面后，我心情沉重的回到了庄园，然而却没法面对左威，让他以情人的身份陪在我这个有妇之夫的身边吗？这对他太不公平了。可是放他走，我又怕真的失去他，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。 患得患失，很多时候忍不住去刺探左威的心意，怕他心里没我，又能说走就走；又怕他心里真的有我，我什么都给不了，无以面对。所以我在他面前的言语和行为常常充满了矛盾。但是他还是忽视了我的伪装，愿意相信我真心的一面。他说出让我娶他的那天，我真的特别特别想立马对他求婚。 可是，已经对陆晚有了更多了解之后，我知道离开我才是他最好的出路，而且他必须死心的离开，否则陆晚不会放过他的。我只好狠心的拒绝了他，一如既往的把他贬到尘埃里，用他最反感的方式伤害他，怕自己心软冲动，躲着半个多月不敢去见他，之后像猫捉老鼠一样戏耍他。 给陆婉呈现了一出“我是左威如玩物，左威绞尽脑汁离开我的”戏码。我不想他成为第二个祝雨，这是为了他好。可是我的心很痛。从前我最讨厌我母亲打着为我好的名义，强迫给我太多我不喜欢的事情。可是没想到，我有一天会把同样的方式用在自己心爱之人身上。我像个小丑。 活该得到命运的嘲笑。和陆晚在一起的三年，为了取得证据，好几次几乎用命在搏。我想，只要我快一些，应该能赶在左威喜欢上别人之前再去追回他。知道他结婚生子的那一刻，对我来说就是晴天霹雳。不死心，不甘心，连夜冲到他家门前，望着寂静的别墅，却又不知道怎么面对。 我害怕看到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场景，没想到守到天明，居然看着他独自带着孩子要出门产检，什么道德枷锁都被我统统抛之脑后了。我心爱的女人凭什么被别的男人这么搓磨？我必须抢回来。可他说我只是他的床伴，这句话刺疼了我，但这又如何？ 我可以从床伴变成男朋友，再变成老公。好不容易熬到我可以一身轻的来追求他的时候，我不会退缩。没想到陆婉和我母亲都给我们送了大礼。左威和我在一起就没有顺过，我很自责。虽然舍不得，但解释完一切后，我对他说我会放手。我想这一次就把选择权交给他吧。他如果想要离开我。 那就等我把一切荆棘都扫除完了，再来找他。我期待他会选择做我的女朋友，这是我设想最好的结果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开口的是“我们结婚吧”。即便这有和我母亲打擂台的成分，但是我仍然高兴的飘起来。孩子的事儿，其实在左威告诉我之前，我就知道了，因为佐伊跟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 虽然各种证据都证明他不是我儿子，但是我就是没忍住，偷偷做了亲子鉴定。这一做，我就不淡定了，毫不犹豫地和左旋也做了亲子鉴定。左旋长得像他妈，但也是我的种。这件事让我高兴的找不到北，但是我没有点破。我希望左威亲口告诉我，这意味着他真的下决心要和我过一辈子。 所以，领完证出来，听到他说“孩子是我的”这句话，对我来说就是他最长情的告白。我高兴的发疯，感谢命运让我遇到他。说起来，还有一个人也当得上我好好感谢，左威的前夫，一名军人。他休探亲假的时候，在家里陪父母，结果他家隔壁起了火灾，两个租房的女孩子在火海里求救。 他冲进去救出了一个女孩，再冲进去想救另一个，结果却和那个女孩一起困在了里面。他把防毒面具给了对方，并把对方护在怀里。等消防官兵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，他全身已经大面积烧伤，肺里也吸入了大量有毒气体。两个女孩获救了，他却没能被抢救回来。那两个女孩租住的房子是左威的。 左威在医院里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用烧伤的手拉着自己的母亲，说不了话，流不了泪，却能让人深刻体会到他的情绪。他不放心自己的老父母，怀着儿子的左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他和他登记结婚，帮忙给他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名分，他帮他给父母养老，因为要照顾这两个老人。 左威没有去国外定居，不然我大概没那么容易找到他了。这个哥们是个难得的好人，两个老人也很好。如今左威是他们的女儿，我是他们的女婿，我们常常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。这种温暖惬意，却是在去见我父母或者左威父母时不会出现的。好在这点遗憾，我们不太在乎。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。 是个男孩，我给他取名著作，对，就是这么随意。